太胡飞燕，至死不忘二位的救命之恩。你是飞燕？原来你是个女的。你是谁？你忘了？咱们可在玉兰楼里面见过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李大哥的随从，怎么你也是个女的？ 我倒还没认出你来。这位是？啊，她就是李大哥的夫人，司莹姐呀。啊，多谢嫂夫人救命之恩。客气什么？你的故事我早听过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扳指还给你们。呀，你该不会是为了这个扳指才受的伤吧？ 钱师爷，嘿，您再看看这个，这是我珍藏的最值钱的宝贝玩意儿。这是那年我在镇江要饭，一个老和尚送的。他们说，这个可值老了银子了，还是金子做的。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，它能派上大用场。我不管多难多苦，我都舍不得把它卖了。 那金子的我瞅瞅，短短值多少银子？哎呦，老太太，这可不是金的呀，银的，它连瓷的都不是，是泥的。泥的？啊，不可能，那根本不可能，人家都说都告我是金的，我就一直把它当宝贝儿我藏着。 不可能，是你的呀！您不信，不信您看。哎，老太太，您对儿子的这点心思，着实的让我敬佩。可是您这么凑，哪年哪月才能凑够这5000两啊？老道士的意思啊，修家庙，哎，不是由着您哪年修都成吧？可是他们说了，得立马就修啊。 你说我上哪弄这么多银子去？就是有了银子，这祖坟在哪儿我都不知道，这不是急死我了吗？哎呦，老太太，这李家的祖坟呢，我可以托人到扬州一带找一找，兴许啊能找到。
钱师爷，您能找到？哎，您要是真能找着，我让我儿子给您加润笔银子。别，老太太，这件事千万不能让老爷知道。老爷要知道了，我就办不成了。我不说，他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说。 进了制造府怎么办？来呀！制造府大门给爷叫开！是。上！谁呀？让不让人睡觉？别这么嚷嚷！敢砸我制造府的门？大人，咱们制造府被围住了，是不是米玄派人抓你了？ 这老王爷还在苏州呢，他哪来那么大胆子？敏君这家伙比鬼还精，这种事儿他干不出来。哟，该不会真有什么贼进了咱们这院子了吧？啊！来，去，咱们先进来。是。快走！快！不好了，官兵来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走，否则就要连累你们了。哎，不行，你先在这里待着。 石榴，照顾好飞燕姐，我出去看看。好，你也小心点。大人，这块地上有血迹。刘松，是。站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都跟我出去。啊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你没有必要知道。你身为镖营参将，也是从六品的品级。 自然应该知道，擅闯制造府是什么罪。大清律例早有明文，搜查苏州制造府得皇上降旨，派内务府钦差勘察。是李卫大人让末将去此吗？他允许你们入后衙搜查，允许你们入室搜查了吗？贼人就在周围，末将也是为了贵府的平安啊。干什么呢你们？ 李大人，您跑这儿干嘛来了啊？还好吧？还好就好。先回屋歇着啊，这儿有我呢。去吧去吧。滚出去！李大人，我等奉命追捕夜闯巡抚衙门的太仆飞燕，追至贵府墙外时，他无处可逃，便溜进了贵府。我等无奈，也只好打扰李大人。也是李大人您准了。 末将才能带人进来搜查呀！你是不是吃了豹子胆了？啊！你知不知道你带着兵闯进我这制造府是什么罪名？再说了，本大人怎么会准你们这帮王八羔子进来呢？李大人，末将也是奉命行事，闽中城有话，不论追到哪里都要拿到太湖飞燕。再说了，要没李大人您的话，末将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进来。你废话，我准你进来，我准你进后衙了吗？再说你也没说闽大人丢东西了呀。 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就算是闽大人他丢了东西，他想搜谁就搜谁呀、啊，真是不拿土地爷当神仙。大清律例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想要搜查制造府，那得皇上降旨。我是在制造府。对呀，那李大哥就是李卫。对呀。你们闽大人眼里还有没有大清律例啊？我告诉你。 我这院子里要是进了贼，我自个儿就会逮，用不着你们瞎忙活。滚出去！滚！哎，司英姐，夫人，快别叫我夫人，叫我司英好了。嗯，坐。好。司英大姐，没想到你这么仗义。听我爹说，你父亲可是个好官呢。 当年江南百姓妇孺皆知，听你说话就知道你是那种知书达理的名门之后。飞燕姑娘，快别这么说。哎，石榴，嗯，快去告诉李大哥，说飞燕姑娘在我房里呢。嗯，哎，告诉李大哥，那扳指我可是给他还回来了。嗯，知道了。听说李卫把受伤的太国飞燕给藏起来了，那个人伤势如何呀？ 伤得肯定不轻，石板上都是血，派人再去一趟，冲进去，你一定要把飞燕抓回来。
是。不急，不急。 李大哥，官兵追捕的那个盗贼抓住了，你们猜他是谁？谁呀？就是大闹虎树关的太湖飞燕。你怎么知道？啊，现在这位爷就在夫人房里呢。什么？在夫人房里头？哪呢？哪呢？啊！哎，李大哥，真没想到。 这虎树关上的假里卫，居然是个女的。你一个人闯进秘密陵园的密室啊？那容易进去吗？容易。哎，那看那鬼密室里都有些啥玩意儿？这东西可多了，我进去的时候吓我一跳。这满屋子一大堆的金银财宝呢。 呀呀了个呸的！我前两天就听说这小子往老家运东西，感情这王八蛋还要一屋子呢。这两天啊，你就再让安心休息吧，啊，赶明儿个给他家里捎个信儿，让他们甭惦记。李大哥，夫人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说那么多了。你呀，也是因为帮我拿扳指才受的伤，说什么我也不能把你交出去。再说了，我老婆昨天还跟我叨叨呢，让我跟你们一块干。 好了，别说了，飞燕她有伤，得早点休息。燕子真飞到他那儿去了吗？没错，看样子飞燕姑娘的伤快好了。敏静园有动静吗？回王爷的话还没有。 好，你把李卫和岳思莹给我紧紧的盯着。钱师爷，你可是立了大功的人，日后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哎，有忠诚这句话，小的就知足了。忠诚要是没有别的事情，小的就先告退了。嗯，啊，好好好。 八爷早就说过，早该把岳子峰的故事讲给他女儿听了。是。是时候了。岳思莹这一关，看他李卫如何查下去，看他李卫如何过得去。李卫啊，人家飞燕冒死为你取回这扳指，你该好好谢谢人家。怎么谢啊？我去谢他。 你不吃醋吗？你胡说些什么呀？行了行了，还是帮我收起来吧。放你这儿，我比较放心。搁我这儿，没准哪天我真给他堵出去了。这可是我的命！里面请。哎呀，石榴啊！大伯吉祥。飞燕，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呀！ 飞燕什么时候回来呀？飞燕，他不回来了。不回来了？对呀，不回来了。金叔啊，快点把药取回来。好，别耽误了石榴姑娘的时辰啊。哎，来来来，石榴姑娘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啊，来来这边，坐坐坐。哎，来，我来。好好好。老爹，你们家的药可真灵。 飞燕，好的可快了。啊，是吗？啊，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拿药了。好好好好好，坐坐坐坐。啊，你坐，你坐。 石榴啊，岳姑娘和李大人救了飞燕的命，我呢也没有什么回报的。
就请你啊，把这两样东西交给岳父娘和李大人，也算我的一片心意呀。那我就替他们谢谢您了。啊，您老放心，我一定能给您带到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姐夫，海宁是死了，可朝廷没定他的罪。 就算认定他有罪，也得皇上下旨才能抄他的家。现在宇轩可盯着咱们呢。是啊，我知道。可咱也不能随随便便说溜达到人家里，就抄人家呀。那你说，哪怕有个假的，那也得有个东西啊，才能让他们信呢。假的不行，别乱他。这事儿嘛，还得好好的想一想。啊？ 咱现在不就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吗？你是说，果王爷？除了他还能有谁呀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从他那儿弄一张王爷钦差的手谕，那就好使了。哎，不行，你做好大的梦。这个糊涂王爷再糊涂，也不能糊涂到那份上吧？而且现在他已经相信那个马班头的指认了，你的辩解他听吗？过几天就要审你了。 还想从他那得到抄家手谕，美的。李大哥，飞燕，你怎么下床了？你看，哎，飞燕姐，既然你胳膊都好了，也该回太湖了。我不回去。哎，不回去不行啊！现在闵金元正四处派人逮你。我还正准备投案自首呢。啊？你昏头了？ 飞燕冒充大哥闹官，已经连累大哥了。听说都窜到皇上那儿去了，皇上还派了钦差核查此事，所以飞燕我决定投案自首，以洗清大哥您的冤枉。请大哥告诉飞燕，怎么样才能找到那个钦差啊？不行不行，你不知道，你要是进去了，就甭想再活着出来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事情是因飞燕而起。 只要能够洗清大哥您的冤枉，我是心甘情愿呢。不行，就凭你这句话，我就不能让你去。飞燕决心已定，还请大哥告诉飞燕如何找到那钦差。你个傻妹子，你是初来乍到摸不着炉灶，你以为你去投案就能洗清我的冤白啊？哪儿那么容易？官场上的事情你不懂。小满呢？ 小满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儿石榴去太湖给我拿药，你去告诉他，见了我爹呀，千万别说我的伤好了啊。就说越来越重了。哎，别，那我爹更该担心了。就说是时好时坏。哎，啊，去呀！哦，这就去。日后姐姐必有重谢啊！不用了。 别，飞燕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李大哥，你喜欢我吗？你喜欢我吗？还用问呢？那我不回家了。为什么？我喜欢李大哥，我不想回家了。 石榴姐早就走了，怕我白跑一趟。你真笨，你就不知道去追她呀？都走一个多时辰了，我上哪追呀？姐夫，看什么呢？我在看鱼呢。哦，哎，拿什么抄海宁家呀？想出来没有？ 我不正在想。哎，对了，飞燕，啊，我还有件事要请你帮忙。什么事？你只管说，只要是大哥的事，刀山火海。
非也我在所不辞。我要教你玩牌。玩牌？这到底在哪儿呢？这不是急死我了吗？急死我了！老太太，别别，救命！老太太，您怎么了？你想吓死我呀你？你是不是得病了？小小年纪嘴那么臭，你才病了呢你。那您嘴里叨叨什么祖坟呢？祖坟呢？你没看见这两天我都快急疯了吗？我儿子官司没完没了，你知道毛病出哪儿了吗？出在哪儿？就出在祖坟上。祖坟？老太太，咱们老道说的胡话你也信啊？那可不是老道，是神仙。你可不许说他坏话，小心让他听见。好好好，我不说不说，你放心，我不说。咦，这是什么好东西呀？从哪儿弄来的？老太太，不瞒您说，这个呀是飞燕他爹托我送给李大哥思音姐的宝贝。宝贝？哎哎呦，哎，石榴儿，你说我这脚怎么说疼就疼起来了呢？老太太厉不厉害呀？嗯，哎呦，哎，老太太就疼起来了。那扶您回屋里吧，你忍一下啊。哎呦，真疼疼，坐着，哎呦，快放那儿，快去打郎中来，快点，哎呦，不，不行，这儿是脚后跟，这儿都疼，都疼。老太太，您再忍会儿，我这就找郎中来，你快点啊，真疼。李大人，奴才李卫给老祖宗请安。李卫啊，你知罪吗？奴才知罪。你知什么罪啊？奴才已经好几天没来给老祖宗请安了。不过老祖宗，这也不能全怪奴才。老祖宗是来奉旨核查奴才，奴才以为这个时候来不太好。万一落下什么闲话的话，怕毁了老祖宗一世啊，不是半世的英名。李卫啊，你的案子本王也弄明白了。上次马班头指认抓走陈都监的是你，那没错。今天你给我请安，人是你抓走的。你不请安，也还是你抓走的。老祖宗，今儿个奴才不是来说案子，今儿个奴才是来给老祖宗解闷儿。你想的是不是怪本王爷没有替你遮挡遮挡？就那么鸡蛋壳擦屁股，嘁哧咔嚓，快刀斩乱麻，明察秋毫，铁面无私的把这案给定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起来，猴崽子，你放心，这次本王爷回京以后，一定在皇上面前替你说情，好叫皇上从轻发落。谢老祖。这是谁呀？老祖宗，这位是奴才的师傅。师傅？对，就是专门教奴才玩骰子、玩纸牌的老师。哎呦喂！你小子手艺就够高的了，你还有老师？哎呦，嘿，你瞧这老师年纪多轻啊！哎呀，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！过来，过来，叫王爷看看。见过啊！哎，瞧瞧。好民李彦拜见王爷。啊，是。在下不过是太湖上一介草民，应李大人之邀来给王爷解闷来了。罢了罢了，老祖宗，我这师傅玩了一手好纸牌。人称江南绝戏，江南绝戏，那是一手的好叶子牌，独步江南呐，独步江南啊！好，今天本王爷要好好领教领教。老祖宗，奴才也知道，
您在京城啊一直找不着对手，有点英雄落单，所以奴才今儿个给您准备了一个南北双雄大比拼。好，在下献丑了。哎，真有点功夫。哎，李卫去随园干什么？随园的人报告说，李卫还带了一个人，在水榭跟果亲王玩纸牌。果亲王说了些什么？老王爷说，陈都监那天就是他抓走的。盯着他，死死的盯着他，看看他又要搞什么鬼名堂。老祖宗，您倒是出牌呀！把你师傅让给我吧。啊？让给你？那可不行，这可是我的老师，这不是说让就让吗？我玩纸牌的，啊？玩骰子，你敢不敢吧？玩骰子啊？那有什么不敢玩的呀？好，王爷今天就跟你赌一把。诚心输给我呀！这要传出去，人家说王爷倚老卖老，欺负人家小李卫，只许人家输，不许人家赢，人家赢了就不高兴，那叫赌吗？王爷，我从来是认赌服输，从不赖账。哎，今天我还不跟你赌银子，我跟你赌一件宝贝。你有什么本事你就拿出来，你赢了你就拿走，我要赌他。这玩意儿也太贵重了，这奴才可不能赌。老王爷，你想想，万一奴才要是赢了，我哪敢拿老王爷的命根子呀？对，你要是输了，你压什么呀？老祖宗，您看看奴才浑身上下什么东西值钱，您说什么东西值钱，奴才就压。我把你师傅带到北京城去做我的师傅。老祖宗，咱能不能压点别的？不，别去，就赌他，一把定输赢。好，认赌服输，绝不赖账，可是您说的啊。不过奴才可不敢要老祖宗的这个扳指。嗯，那你有什么呀？哎，你说，王爷我连扳指都舍得，还有什么舍不得的？你别不好意思说，要什么？奴才想要老王爷的一道手谕。手艺干什么？哎，奴才想要查抄海宁。李卫要抄海宁府，王爷能给他这个手谕吗？按理说是不会给的，可是这位糊涂王爷嗜赌如命，别说是一道手谕，就是王府的福晋他也未必不敢压。他哪里知道这是李卫下的圈套？那怎么办呢？赶在前头抄海宁府，一张纸片也不给他留下。哎，老祖宗，您先别着急，您要是不答应奴才这手谕，奴才可就不陪您玩了。哎，王爷，您不敢答应李大人，难道是怕得罪什么人吗？我怕谁呀？我还告诉你说，圣祖仁皇帝请我进宫，那得老远迎出乾清宫。当今皇上那更是老远就跑过来搀扶本王，本王在这小小的苏州城里，你说我怕谁？啊，王爷您不怕谁，那就是怕输给李大人了。猴崽子，我告诉你，本王今天赢定了，你信不？老祖宗，既然您已经赢定奴才了，那为什么不敢把奴才想要的查抄手谕给押上呢？是啊，老祖宗，我可是急着要跟老祖宗您进京城呢。好，一言为定，你就赌一把。行，拿骰子。好骰子，开始吧。
你问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本王饶的是小报的，你可就输了。你知道吗？老祖宗放心，奴才跟老祖宗一样，那是愿赌服输，绝不赖账。嗯，老爷不对啊，本来是大小报的点，怎么出来乱七八糟点了？这，哎，等等，王副总，您刚才说什么？为什么不都是大小报的点？这什么意思？您是不是在这骰子里头做什么手脚了啊？王爷，您不会是想赖账吧？哎，这是什么话？老祖宗怎么会随便赖账？ 老祖宗当然是愿赌服输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猴崽子，拿去！哎呀，多谢老祖宗，多谢老祖宗啊！哎，师傅，那咱就不在这儿打扰老祖宗的休息了，咱现在就回府吧。好。哎哎，慢着，这小师傅得留下，老祖宗我还得跟他玩纸牌呢。好吧，愿为王爷效力。哎。师傅，您就受累在陪老祖宗玩几把牌。嗯，哎，老祖宗，那奴才就先告辞了。哎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咱们敲门。别敲了，翻墙。 都没有，是一个人，因为有人先下手。丫丫了个呸的，动作比老子快！哎，姐夫，账房里都空了，连椅子都出让了。哎，七家轮雨皆出我，海宁自嘲。自嘲。 海宁自嘲，这是啥意思？这是，海宁有一天喝醉了，吹牛说七个大学士注释的《论语》都是出自他的手。听这话，他像是出了一本书。哼，才吃了三堆屎就想当狗王，哎，也不怪自个儿麻绳短呢，就怪人家水井太深呢，折腾半天就闹这么个玩意儿。 哎，钱师爷，宝贝来了，宝贝，宝贝，你看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可是个真宝贝，少说也得值个几百两银子。这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嘿，别问从哪儿弄来的，你给我看看值不值银子。这是什么宝贝啊？这不是挺普通的玩意儿吗？又不值银子？哎，你再看看这个值不值银子。 这个满大街都有啊！这个，那你就再给我看看这个，石榴说它可是个宝物啊，知道吗？这么着，您呢，先把它放这儿，我呢，好好看看，我看的差不多了，我才能去找古玩商啊，不然的话，人家笑话我呀！哎，您说，我明白，成，您呢？ 就把它想办法看出银子来。思莹姐，我昨天去太湖取药，江南老爹说他感谢你和李大哥救了飞燕，还让我给你带回来一个瓶子。瓶子？嗯，什么瓶子？就是一个花瓶，他说你认得。这个老爹倒是挺重情义的，不过也许这瓶子不是一般的瓶子，可能有些讲究。 这个瓶子在哪儿？拿来给我看看。是这样的，思莹姐，我昨天拿完药回来，一进院就碰到老太太，她说她脚崴了，然后我就扶她回房间去，就把瓶子放在那儿了。等我去找郎中回来，她说她喜欢那个瓶子，说什么都不给我了。算了算了，既然是老太太喜欢的，就算是宝贝。 我也得依着他呀，我们总得有个尊卑长幼嘛。对，你说的是。哎，思莹姐，哎，不过得空你得关照老太太，让她一定要好好收留这个瓶子，千万别不小心弄破了。这
这也是那个老爹的一份心思吗？好。这个赵月思赢的话，这玩意儿兴许是个宝贝。这个也当礼物送给人家，笑话。不说李卫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又有人比我李卫快一步。有你抄海宁家这份功夫，你说你陪王爷我掷掷骰子那多好啊。行了，老祖宗，我李卫大小是个四品命官，哪能跟您老王爷相比呀？天天活得风流快。怎么着，陈都监的案子一查完，您还不拍拍屁股走人了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江南还真好玩。哎，我又得了个小师傅，我还真想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呢。李卫啊，你拿本王的手谕，不会一点收获都没有吧？折腾半天，哎，我就闹他妈跟木头。驾轮椅接触我，哎呦，这海宁书没读几本还挺轻狂。哎，李卫啊，你抄了半天家就得了这么个破玩意儿。哎，行了，你自个儿读书的时候自个儿用去吧。走。四英姐，你说海宁胡说，那他为什么要把胡话写在镇纸上呢？这胡话自有出处，没准儿海宁为了充门面还真编了一本。海宁若果然编篡了这么一部《论语》，不要说两江，怕是整个大清国都要尽人皆知，想瞒都瞒不住。可是你看的落款处写的是康熙58年，那这么说，这本书已经有3年了。哎，四英姐，老太爷生前认识海宁吗？家父倒是提到过海宁这个名字，也许他们认识。那时父亲是江南道御史，海宁是苏州织造，家父不免要查海宁的账目，可是倒也没听说过海宁写过什么书啊。对了，四英姐，我想起来了，江南老爹给你那个瓶子里边还有一本《论语》，送本《论语》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是啊，答谢人家干嘛送一本《论语》啊？不妨拿来让我看看。哎，对呀，这闵静元是个古玩的行家，要他看看不会走眼，要真是个宝贝啊，嘿，我就孝敬他了。四英姐，你看，钱师爷这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呢？要不咱们过去瞧瞧吧。哎，四英姐，他怎么拿着那个包袱啊？堵住他。夫人把这瓶啊送到我那儿去了，说是让我给卖了。我今天一打听啊，这是人家送给老爷和夫人的，这不我又给夫人送回来了。谢谢钱师爷。东西交给夫人我就放心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件《论语》还在吗？啊，在，哎，在，哎，在，在，在。那钱师爷慢走。好。十六，啊，让人看见成何体统，我们进屋再看。哦，大腿走。小敏呐，啊，听说海宁家被抄了？啊，
下官不知。抄了。哎，都怪本王爷一时糊涂，输了他一道手谕。都怪李卫王八羔子，他真想得出。哎，他非要到海宁府去看一看。李卫对海宁的死，一直疑神疑鬼。这样也好。哎，这小子不走运，只抄到了一把镇尺，人家海宁家，全搬家了。啊？海宁活着的时候，有什么文集和著作吗？著作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从没听说过。好像那镇尺上有几个字啊？什么字？七个字。什么？七家论语皆出我。哎呦，茶烫手啊！不烫，不烫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孽胎衙门里养了一帮主教不沾、做错不酸的废人，都是我失职。大人，您骂我一个就都有了。害您的书房，总不该马虎吧？丢下一个镇职，偏偏海宁在那上面吹大牛。这李卫也看出门道来了，嘿，这可真神了呀！难说呀。果亲王的眼神告诉我，这个糊涂王爷对海宁的玩意儿有意思。这么说，还真不能大意呀。我已经想好了，马上去见岳思营。好，一旦这把火点着了，这个小混混可就顾头顾不了屁股了。可就不知道这个岳家千金小姐，她这心里……只要她肯出来见我，这事儿就成了。思莹姐，你先坐吧。嗯。哎，就是这本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，康熙58年记。这就是爹那天晚上读的书。思莹姐，怎么了？爸，这是你爹的瓶子，那他为什么会在？十六，江南老爹在给你这两样东西的时候，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话呀？他说你一定认得。奇怪，这个江南老爹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家有这个萧何封侯瓶呢？思莹姐，那这本《论语》是不是也是老太爷的呀？这分明是一人所书。这《论语》难道是海宁的吗？可我爹怎么会和海宁搅在一起呀、啊？